小猪马上站到这边来，站到我们第一位擂主的位置。那么接下来第二位，阿酸呀。那我们的第三位，我们的唐丽。第四位，西瓜。第五位选手是韩宇。第六位选手袋鼠。第七位是原野，那么第八位就是我们的小白。好的，那我想问一下七位选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场的各位观众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的比赛开始。好的，恭喜阿酸，下一位唐丽。
腾败熟。韩宇继续留在擂主位，下一场袁颖。韩宇